Hello， 你叫乜嘢名啊？我叫罗哈神啊。系，你几多号号码啊？我个号码 HA306。系，麻烦你自我介绍啊，唔该。啊。先生你好，大家你好，我叫罗哈神啊，我个号码 HA306。我今年36岁，我咧做笨，我有两个细女仔，第一仔12岁，第二女8岁，系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一个细女，一个妹妹，我排第三，我一集41公分。我咁三附近，我三回购，我下一年，我已喺沙爹阿拉伯做嘢，啲用年，2013到2015，系我老板屋企有四个人，先生大大，只用个细路仔。第一仔13岁，第二女6岁，系我老板屋企，我照顾细女仔6岁，煮餸、洗衫、晾衫、蒸干蒸牛记，依家喺中山，我学广东话，整洁、洗衫、晾衫、洗衣机、接中国书。照顾 BB 洗女仔，当老人家，先生仔仔，我依来实，我依来心，我依咁叻做嘢，我依水身啲做嘢，我依听老板话，我依识 BB 洗女仔，当老人家，我希望先生仔仔快啲认我，唔该先生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咧结婚。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？我有两个细路仔，第一仔12岁，第二女8岁。你有冇去第二度做过工人啊？有冇去第二度打过工啊？我儿子喺沙爹阿拉伯做嘢呢样年，2013到2015。哦，好。咁你喺沙爹阿拉伯系照顾乜嘢人啊？我女做喺我老板屋企，有四个人，先生仔仔两个细路仔。第一仔12岁，第二女6岁。你中唔中意凑老人家啊？中意。你会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煮饭俾老人家食，煮便肉俾老人家食，每老人家煮运动，每老人家行街。当我人家境界，每老人家听电视，帮老人家按摩。你食唔食猪肉噶？我咁可以食猪肉，但系又可以煮猪肉。你怕不怕猫猫狗狗啊？不怕，不怕。好啊，唔该晒，拜拜。唔该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